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下面演示的是一款我们最新产品 DC50E-24150 系列的水泵。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高度是在一个工厂的三层楼的高度，这个高度大概在13到14米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款小水泵，它在13到14米这个高度，它所能达到的一个出水量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出水量还是相当可观。这一款水泵呢，它的额定电压是24伏，功率只有86瓦，相较于普通的我们传统的水泵，可能要在几百瓦才能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出水量。另外，这款水泵采用的是3项的无刷直流隔离的设计原理。这种设计呢，它使得我们水泵的控制电路跟机动部分完全隔离，进而达到这个水泵不仅它功率很大，而且可以耐高温。也就是说，这款水泵可以连续在开水中去抽，没有任何问题。同时，这款水泵它采用了软启动的技术，也就无需过大的启动电流，因此特别适合于太阳能板去供电。对于一般的小水泵而言，你譬如说一般市面上的水泵，它可能在25瓦左右，用20瓦的太阳能板它供不起来。但是我们这一款86瓦的水泵，用20瓦的太阳能板就可以让它启动。当然，这个不同的功率，它的出水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证明了这款水泵的应用的多元化和它环境的一个适应性是非常之好。这款水泵呢，它在经过了我们一些公司级客户，包括我们工厂自己的一些测试，它的使用寿命可以连续不断的工作超过1年乃至1年半以上，注意是连续不停的工作，可以非常稳定，特别适合于各种家用、工业用以及医疗用途。好，各位朋友，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水泵的一个出水情况，我也就不再多说了，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在13到14米的一个高度，我们的电话是153-6162-7486，153-6162-7486。